朋友们，点赞随礼了没？没有的抓紧了啊！喜欢的可以留个关注。机器还在运转，你们刚才所看到的只是35枚种蛋中孵出的其中一只，剩下的全在这里。下面发发带你们看一下什么叫做群魔乱舞。我先带你们慢慢的瞄一眼啊，开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可不可爱？开不开心？认为他们可爱的，你很开心的，把可爱和开心打在弹幕上。反正我是很开心啊，因为这种创造小生命的感觉太有成就感了。说实话，我这个盖子不能开太大啊，开小一点，因为它里面还有一部分这个蛋没有孵出来，一共35枚种蛋，之前坏了3枚，还剩32枚，然后今天一共我刚才数了一下，孵出来18个小鹌鹑，就是这么多，有的毛已经快干透了，等会干透了我就把它们全部给它毛干了以后的剪出来，剩下的还放里面继续孵。你看这里，看到这里啊，我剪一个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也快出来了，这个也快，今天一天啊，一天时间全部哗哗哗一个接一个出来，太多了。目前出来可以跑的18个小鹌鹑啊，目前这里一共是18个小鹌鹑，给你们全部看一眼。我去，贼小知道吧，太小了。小的时候见过老妈孵小鸡的，那时候小鸡孵出来也没这么小啊，这小鹌鹑孵出来太小了，我去。不过而且一个个贼调皮，看到没有，贼调皮。我等一下要，如果要是不把他们这些毛干的全部剪出来过，然后后面孵出来的可能会被他们给踩死，知道吧。这些小家伙，你看这个毛上面的纹路，放在我手心给你们看一下，近距离来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哎，它还会跑还会跳，你看到没有，它自己会往外跳。把这个小调皮露出来给你们看看，看贼小特小，在我手上它感觉还是蛮老实的啊，可能有点害怕。哎呀，叶叶，你别掉下去，放桌子上，放桌子上。哦，我去，兄弟们，我正准备往桌子上放，哎呀，啊，你这小家伙，哎，拉我一手粑粑，你看全是，你别掉下来了，娟，哎，嘿，别调皮哦，我粑粑还没弄上，我这一手，我又不敢走，怎么办？去，哎，嘿，掉下来，上去，回去。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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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哎呦，咦，又来了！还来我手上吧，来我手上吧，反正都是你的粑粑。哎呀，别跑，兄弟们，这些小家伙一出壳，我的事情就多了啊！又当爹又当妈的，还一把屎一把尿的去抚养他们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刚才那只小鹌鹑出壳的后半部分的镜头，我放在片尾了，我呢就先到这里了。大家拜拜，你们要看的可以去看一下啊。